开始，来，好，开始。我在中央有一个诊所啊，都看疑难杂症，我不没有加入健保，因为健保划不来嘛，一天限定看几个人，一个人才200块，怎么去生活？我说有病你们去找医生看，有些病看不好的，比如说哦这个甲病，这个相由心生病由心造的这种病，忧郁症、躁郁症、妄想症来找我看，业障病来找我看。因果病找我看，其他的真的病，牙齿疼你找牙科嘛，大肚子头痛找内科嘛，盲肠炎找外科嘛，心脏找心脏科嘛，妇女病找妇产科，这个就是病去找医生，其他来找我。我那时候一天看300多人，我10个学生帮我看，我这个看好你找3号，找7号，找8号，他们知道我的方法怎么走。等于住游客吗？啊，等于住游客吗？就是这样来分配，一天300多，每个人都分20几个人，也算不错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在中央北路整整看了到将近20年，然后1975年接到这个以后，到1985年又来跟我讲，你做不做？你不做，马上一个月之内把你调回去。我当然怕啊，我说人生命这么短，再调回去什么都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结果我说好了，那我交给我的大弟子哦，我说去美国求证，就医学方面美国认证嘛，刚好克林顿哦当总统，我在南加大发表，那发表的时候刚好他们电视报纸有看到，哇，怎么这个东方人来这里，哇，能量这么强在表演，找到南加大的一个试验中心，那一台是西德的能量测试。就好像赵西天不要挡着那一台1000多万的能量机啊，啪，哇，快要烧掉，赶快解掉，因为能量超越那些嘛。结果他说好，像你这样，我叫2组科学家哈，跟着你3年，要求结论。结果3年找20几个单位，包括中美洲几个国家最多有些，结论就是超越科学，不可思议，然后这个莫名其妙。啊，我看到一些怪病嘛，在美国认证啊，哇，超越科学。他给我一个名称了、啊，科学没办法，现在名称都没有，他叫做信息呀、啊，叫做 vibration， 不是信息叫 information vibration， 信息的互动 ，vibration 是一种频率的转化，他这就是 information vibration， 因此这个叫做信息转换。所以我写字就是信息转换到我书本上，写到名片，信息在名片上，名片带着。所以一切，爱因斯坦讲相对论，一切都是正跟负，上对下，左对右，男对女啊，是不是？老的对年轻的嘛，是不是？嗯，阳就对阴嘛。所以一切的相对呢，我们用 energy 来给它 balance 平衡，那平衡好多就 OK 了嘛。像夏天的台风，就是高气压跟低气压两个在对冲的时候，没办法互相融合，在那边滚来滚去，滚来滚变什么？叫做台风，没平衡嘛。一平衡冲掉的话就散掉，就是风和日丽嘛。冲不掉在那边打转就是台风嘛，是不是？这就一种能量的变化。我把这一套应用到人体的工学来用这个看病，把 人的病把它用能量把它转换出来。比如说现在比较常得到的毛病就是人年纪大的就是新车变老爷车，嗯，新车变中古车变老爷车，老爷车终于就是中焦上焦下焦，上焦的气上不了，下焦下不了，在这个五脏六腑打滚。所以有的手都拿不起来嘛，叫做五十肩嘛，是不是叫肩周炎嘛？到底叫肩周炎，就是一般中医西医的医院要开6个月呢，用牵引嘛，我5分钟把你治好，是五十肩，五十肩，你试试看，吴老师试试看，你可以采访来，他没有五十肩呢，摇一摇就知道了，不是至少轻松嘛，哎，就是感觉啦，就前后比较，来看这里。右手绕三圈，反复绕三圈，反复绕，
绕三圈，绕三圈，好，手手绕三圈，好，来，你过来看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惯性论证嘛，左边绕的就比右边不顺了、啊，有没有听懂？再绕一次，你过来这里看，这一个要绕比较大圈嘛，来左边绕绕看，有没有270度卡到嘛？是不是？270度的地方有点卡到，卡到，那个什么，两个穴道去强度。我现在用能量把你穴道打开，这个痛不痛？算，吸口气，一二三吐出来，好，再次一二三，好 ，OK， 把气抛出来，一二三，气这样装下。再绕绕看，那轻松没有？有没有大圈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有就有没有啊？有比较轻松。稳中不要稳中嘛，是不是？这边在绕，这边绕。现在这边比那边憋你，这边比较是赖。弄弄看，我们这个已经这种程度了。从这里抓出来，从合谷穴抓掉，抓三下，好，来，让我看，那有没有轻松？轻松没有？好像比较轻松。啊？好像有比较轻松。比较大圈嘛，是不是？嗯。有差吗？好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看前面的字，好，眼睛拿掉。眼睛闭着，闭着。来看一下，从印堂，然后顶开来，顶开，然后这样两边，好，眼睛戴起来，亮不亮？刚刚没有注意到，没有特别注意亮度哎。有没有比较轻？有没有比较舒服？有比较舒服啊？有比较舒服。这就是特效医术，有差吗？好，江老师试试看。好，换我。让你体验一下。